西出阳关无故人，这是一本介绍失智症故事的书。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，这是1500年前两位唐代熟男的对谈故事。这本超好看的。高龄并不是医学议题，而是哲学层次的思考。每个人都会老，所以千万不能够错过高龄医学权威陈亮公院长的名人书房。新时代的老人已经越来越年轻了哦。